Wow, another year is coming by soon. On behalf of SCO, 我要向大家祝新年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平安，新鲜火热，还有财源滚滚，对吧？对了，哦，我们今年好兆头啊！你看我们这个这么好的对联，哎呀，这是朱天寿先生我们的老朋友的一个新的墨宝，墨迹未干呐，上面还是湿的啊！哎，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是。 今年是送走玉泉，是不是？迎来金猪，是不是？对的。哎，它里头有一个狗字，一个猪字砍在里面的。哎，你们倒念念看，认识看。妙曲清音，歌，那个歌就可以暗示一个狗。对啦。哎，香茶美艳。 注，把那个注啊往下降一点。朱，哎，对了，这位朱先生可不是一般人呐、啊！啊，我们朱先生今天在不在啊？啊，祝贺他，在不在都祝贺他。对，啊，老朱，谢谢您。对了，对，好，非常棒。那么我们继续，我们就是说，我们下面呢。 就是说，要给大家演奏一首曲子呢，是有3首大家非常脍炙人口的这个曲子啊，是《财神到》啊，《迎春花》，还有《恭喜恭喜》。那么这个戏法人人会变，新年歌人人会唱。那么我们华乐传唱的跟你们有什么不同呢？嘿，我们这里头有舞蹈动作嘞，哎，这个舞蹈动作还有拉丁美洲的嘞。哎，对了，《财神到》这个财神呢，是跟恰恰舞一起跳进来的。 哎呦，哎呦，迎春花是 fancy 嘞 ，rumba。哎呀，最后是恭喜恭喜，怎么恭喜啊 ？Tango， So 这个曲子叫做 It's treat to tap your feet。All right, let's enjoy it. 谢谢大家。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载歌载舞的三首新年歌曲，而且是中西结合的啊。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还有4首呢，其实是一个我们最近华乐团制作的这个是 musical video 的。怎么叫 musical video 呢？里头又有音乐，我们华乐团的音乐，还有视觉形象。那么今天呢，还会带一部分。 那么今后正式的全部呢会在网上呈现。好，那么这个呢，这个4首呢，我们是吹拉弹打，每样选了一首传统名曲。这个传统名曲呢，点到为止。你要跑到这里来啊，要从头到尾听的，那不可能的。今天晚上不是来演传统名曲从头到尾，但是每首传统名曲点到为止以后呢。 穿越时空，到另外一个现代的，可能是舞蹈，可能是 pop music or movie music, whatever. Yeah, do remember here is Singapore. Come on, we are modern city country. We need to reflective of what Singapore it is, right? 啊，对了，好，那么我们一开始上来的这个吹呢，将会是选到了唢呐啊。 这个唢呐里头很出名的有一个叫《百鸟朝凤》，很多鸟叫的。对了，但是这个鸟啊，叫到后来就变成跳舞了，跳舞的鸟，跳什么啊 ？Bossa nova。Well, don't ask me how to get there. No, I can tell you. You must watch yourself. 你必须自己看，自己听。这个百鸟朝凤怎么朝凤朝了半天变成 Bossa nova？ Well, that is a question for you to answer. Thank you. 长乐、孟杰，再给他们掌声鼓励。Wonderful. Well, now you have answered how that bird calling 白鸟朝凤朝到后来变成 bossa nova 的，我不用 answer 了啊。Yeah， 在不到3分钟的时间变化。好，那么我们有吹了。 那么我们下面就有拉了，这个拉嘛当然是二胡了。那么我们拉这个传统曲目选的什么呢？二泉音乐。对了，最出名的华严君阿炳当年写的《二泉音乐》。哎呦，当年我记得还见过一幅画，华严君先生在那个无锡的二泉底下，一个人在那里拉。哎呦，真好听啊！哎。 他这个二泉呢，我们今天演出啊，二泉以后啊，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哎，请朝我这儿看，我还在跟你说话呢，我还没说完。对了对了，注意力在这儿，对不对？等会再过去还来得及。对了，那么这个二泉弄到最后啊，开始摇摆了 ，swing 呀，你几乎到了 Lower Manhattan、Middle Manhattan 一个酒吧里头，哎。 这个二泉如何到这个 swing 里头去呢？哎，这个还是要你自己去观察，这个里头变化非常奇妙。好，看官各位，请听。Bravo to solo 谭曼曼林福强 as 华元金先生你好，他的真名叫林福强啊。OK, now please take a moment. Yeah, thank you. No, don't go yet. Hey, now I think the composer for this piece, Fung Guo Juin, is in audience, correct? Can we have some light, please? Fung Guo Juin, yes. Ha ha. 不容易啊！你穿越很多年呐，呀，从亚洲穿越到这个美国，从从那边穿越到这边，好，非常好，谢谢。Okay, now we next one， 下一个是什么呢？是弹拨。 弹拨，我们当然是挑选当中一个最非常呀，大家都熟知的乐器是琵琶，啊，琵琶。那么大家都知道，琵琶里头有一个名曲嘞，这个名曲呢叫做《十面埋伏》，对吗？呀，它是讲2000多年前有一场楚汉相争的大战，打得你死我活。哎，这个其实胜者是一个汉。 这个汉打胜了以后，就建立了汉朝了。结果里面出名的，你知道是谁啊？反而是打败的人更加出名。楚霸王反而是更加出名，尤其是虞姬在里头。好，那么我们就采用了这首曲子《十面埋伏琵琶独奏》的当中的精华部分。那么后来怎么穿越时空呢？对了，我们年轻的作曲家，等会儿我给你介绍。他奇妙了，他突然想到我们这个宇宙星空大战。 有，现在越来越吵得很熟了。你看，你们有没有看报纸啊？呀，最近美国总统又 propose 什么东西了？这个星空大战很厉害啦。你反对也好，喜欢也好，这个星空大战不可避免。对了，他最后来到一个宇宙星空大战的这么一个局面。那么要知道这个十面埋伏怎么跳到这个Donald Trump 的星空大战呢？你就要听这首曲子。OK, now 瑜伽有请瑜伽独奏。热烈鼓掌为宜家的表演。同时，我们还有年轻作曲家王晨威 ，actually among us， 啊，也在这里面。王晨威，宜家，你们很棒。好，谢谢。好了，我们上半场快要结束了，吹拉弹还缺一个打。哎呦，这个一打来了，这个运乐器了。对了，那么这个打呢？ 怎么个打法？等会儿你马上会听到，还会看到。那么我们这个打呢，这个传统乐器里头呢，选了一个龙腾虎跃，这个打很多，你们朋友都已经听到过龙腾虎跃。那么这个龙腾虎跃呢，这个里头打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节奏都越来越重了，就变成了 rock and roll 滚石音乐，变成疯狂了。 而且我们我们的这个作曲家 Eric Watson 在这个里头，除了这边是我们所谓的华乐打击乐，所谓的民打这边呀，你看排鼓，嘿，这边有洋的定音鼓，对不对？华洋结合又是一个新加坡特点，所以大家来欣赏这个打击乐的大打出手的这个曲子，这个曲子。 呀，它是从了龙腾虎跃开始，然后到的 rock and roll 的名字起得很好，滚石龙虎斗。好，现在有请两位 solo， 徐帆，呀，武庆辰在我另外一面。怪怪，他们的同事还击鼓相迎呢。好看，这位两位人等会怎么龙虎要斗一斗啊？斗到最后还要滚石了啊！ OK，十里洋肠夜未央。车水马龙南京路，深户电影更辉煌。名曰清唱，清人淡雅，唱出诗意情怀，歌颂世纪美景。眷恋山明水秀，问声爱郎归期。说什么？ 不错，果然不错。我每天都到那桃花林里头坐，来来往往的我都看见过。全都好看吗？好，瘦一点儿的偏偏瘦得那么好。怎么好？全是顶顶。 小小巧巧，平平袅袅，多美多娇。那么肥的呢？那些肥点儿的，肥得多么挺，多么匀，多么俊俏，多么润。哈哈哈哈哈！感叹人世沧桑，倾诉心底衷肠。春水一般荡漾，荡漾到你的身旁。你可曾听到声响？你的影子闪进。 人间虽有沧桑，往事纵然断肠，莫把流光辜负了振翅高飞迎春光。方老师，这个是你第几次来新加坡演出了？大概跟我们华乐团再一次合作，非常荣幸。华乐团已经合作过很多次了，对，到新加坡来演出可能是第8、第9次了。但是这次小别重逢啊，方老师，对吧？对，对的，非常非常高兴，而且你又唱出新的这个味道来了，大家特别高兴。 呀，真是意犹未尽啊！那太好了，我还没唱完。这个，那么底下我们最后要唱新年歌，对吗？对，要过年了，我要给大家拜年。对了，好，那么第一个拜年歌呢，大家都很熟的啊，每个大街小巷是吗？恭喜恭喜！对了，那么希望大家很熟的跟方老师一起来鼓掌，给他打节奏，好吗？ 我知道我们新加坡人的节奏感是最强的，对的呀，还有轻响 ，crescendo diminuendo forte subito piano， 对不对？好，那么下面一个最后一个呢，大地回春，那么大家一起引吭高歌，好不好？比赛一下，哪面更响？好，那么现在事不迟疑，咱们就开始，方老师，好吗？好，好，开始 ，Go。 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冬天已到尽头，真是好的消息，温暖的春风就要吹醒大地啊！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 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经过多少困难，历经多少磨难，多少心儿盼望春的消息啊！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起，小鸟歌声唱不停，大地闻香信。嘿，烟火华乐团，祝愿各位新春快乐！恭贺大家年年如意，岁岁平安，财源广进，富贵吉祥！太棒了！